被警方从车上带下来，他是暴力犯罪集团首脑。警方持搜索票进到家中，搜出球棒等犯案工具，因为他就是上个月园林虎尾 KTV 会馆外将人砍断手筋的主嫌。当时云林一名蒙姓男子车辆遭人泼上红漆，一开始误以为是路人下手，揪中砍人，在被害人妻子泼文控诉，案情才曝了光。警方巡线追查，发现朱某另有其人，是在场同行的陈姓男子。搜证的是有六名嫌犯，当天我们有逮捕大案，但是相关涉案的一些市政，我们还在侦查。 外传被害人与主嫌过去其实早有嫌隙，是刻意还是砍错人？警方不愿正面回应。至于被害人这个月初已经出院，另外主嫌陈姓男子当天晚上不止砍人，甚至将目标转向 KTV 会馆服务生，将人拖出来恐吓殴打，伤及无辜。一共六名嫌犯涉及暴力事件，组织犯罪妨害自由被起诉，并向法院申请羁押。杰伦文斌，云林报道。 旺旺水神抗菌液，它的成分呢是微酸性电解次氯酸水，它呢跟病毒作用还原之后呢，它是还原成水的，所以对人体包含孕妇、对儿童都没有影响。重要的是，它一天用上好几千次、好几百次都没有问题哦。很好奇在哪里买吧，直接上快点购。